管家小薇，今天我周末翻第一忍者接到一个上级秘密指令，让我在大好睡觉的周末时间加班跑一趟璃月，说只有在今天会有一班到期的船在璃月港口停靠，上面有两个珍贵的普通宝箱。我一听，我说不可能吧，啊，这每个周末都会出现在璃月港口的船，旅行者肯定早800年就拿到了这两个宝箱，不可能等到今天才想起来吧。但是当我过来一看，哎，你猜怎么着？哎呀！但是当我过来一看，哎，你猜怎么着？还真有旅行者没拿这两个宝箱的，船头船尾各一个啊，15得5 25648。感谢旅行者为我这个月20万摩拉的绩效工资又送出的两个大火箭。你听说了吗？有旅行者璃月100%探索，但是从来没拿到过周日宝箱。我听是听说啦，但是你不张嘴说话，怎么知道我知不知道的？他不张嘴，你也不张嘴，只有我知道，你知道，他知道，你不张嘴也知道，他知道，你说他知道的。上线拿宝箱，点赞就能单抽出金，保底不歪。各位旅行者们，知道了吗？